中华我知咧，越硬越省镜、哦。呢啲相一打开苹果财经就日日睇到噶啦，仲要红到上网添啊！连幕后功臣都被起底添啊，有埋 fans club 噶，日日啲 poser 好似电视剧咁追，唔少人成日俾佢影唔到靓女，其实佢都唔想噶。其实早上影过咧，好多都即系讲句难听啲咧，都仲未执得齐啲，影紧口鼻，开头发又比较吹到红红松松啊，可能又即系考种面肿咁样啊，同埋多数都即系会闪缩啲咁。嗱，听到未啊，巴打？唔系唔想影啲靓女啊，而系啲靓女未蒲头啊嘛。晏昼出嚟咧，佢食饭嘅心情咧，可以 relax 啲噶。冇他嘅，执好个样咯。下昼出嚟梗系醒神啲啦。中环猎人仲话试过俾个贵妇啊，怀疑佢偷拍佢，大咗肚个女，死都唔俾佢走噃，边闹边喊话报警啊，焗住俾佢睇相机啲相先冇事咋。亦都试过俾差佬问影啲乜，唉，巴打明嘅，晨早流流梗系想睇靓女醒下神噶啦。希望2013年多啲靓女出现，令中环没有之靓，只有更靓啦。